小狗来例假要多久？应注意什么？小狗在6至8个月龄时就会来第一次例假，每次例假会持续7至15天。这期间如果狗狗的例假量较多，为了避免地板或墙面被弄脏，主人可以给它购买生理裤佩戴，但最好只带3至7天，量少时狗狗会自己舔舐干净。同时为了避免狗狗的阴部滋生细菌，主人也需要格外注意狗狗的外阴卫生，最好每天都帮它用湿毛巾擦拭干净，但这期间最好不要洗澡。